有一宝物，名叫凌伦剑。相传是有人从大荒古碑中将其取出，此物具有倒转乾坤、凝聚精神力之神效。他现在跟着坏人，你们不去，我去。雪岩，你等等！大鬼神为一死符，两个人目标太大，你在这守着，我一个人去找。累了吧？先坐下休息一会儿。来，狼哥哥，你在辕门的时候练功是不是特别苦啊？控制不代表会用，他有不如你用。怎么这么问啊？因为你刚才拉着我的时候，我摸到你手上起了好多茧子，不像我哥似的练功就知道偷懒。我爹在的时候就说我哥，他呢是生在土坑里，但是长了一双富贵手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去找些柴火。狼哥哥，怎么了？别碰我！你怎么了？寒气从我足底涌泉穴进入。狼哥哥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你是我身上的寒毒有用。我的腿没知觉了，如果我冻死在这儿，你就跑回去找你哥。我不。不是你说要跟我一块找空间祖母的吗？你还说把我治好寒毒，你别吓我呀。听话，人是活的，血就热的，喝下去就不那么冷了。瑶，
我没事，去看青檀吧。青檀，你们体内汇入的是九冥寒气，自地底最深处而来。别说是你们，就是元气最盛的人，他如阴寒之地，也不宜久留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 该感谢灵动送你这玄黄帝甲，否则你今日定会死在这儿。这地图是假的，怎么可能？灵动怎么可能骗我？林姐姐，是我哥托我跟狼哥哥去找空间祖符的。 林郎天，偷地图的是一魔，拿着地图的是你，这个中缘由你心知肚明。我元门弟子还轮不到你九天太清宫的人来教训。小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师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 穆师姐，我怀疑林郎天与异魔勾结。林师妹真会编故事。这地图是我从阴魁宗那里夺来的。要说勾结，那也是阴魁宗和异魔勾结，伤了我师弟。你不去追责阴魁宗，反倒来这妄加臆测，不知你们九天太清宫安的什么心？ 阴魁宗，我在盐城多留了半日，获悉严师已死掩护灵洞，方才觉得事情有诈，便一路赶来接应师弟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？如果你不相信穆师姐，也不相信我的话。 那便把我杀了吧，林师姐一直以来是个痛快人，何必犹豫？我信不信你，也不重要。青檀，跟我走。你就这么离开，你哥很担心你。 走，我不走，林姐姐，我不回去。青檀，我知道，我哥喜欢你，我也不想打扰你们，而且我已经跟狼哥哥说好了，我要跟他一块找空间祖符的。青檀，走，我不走。青檀，我不走。 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。青檀，你没事吧？ 要是嫁给我哥哥就好了，这样你就可以当我嫂子了。没事吧，青檀？啊，别怕，没事的。只是一时受到了震荡，并未伤及五脏六腑。没事，没事的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
意思是陪林师姐，我有话要跟穆师姐讲。哎，你现在都敢这么对我了，师姐，我想听你的解释。需要吗？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真的吗？你现在连师姐都不相信了。我告诉过你的，我发现地图有异样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可你为什么要跟我说？这地图是林动给的呢？你相信了吗？你不是也想着拿着这地图去找祖父的吗？ 小天的心思，师姐向来都是知道的。这一局谁都没有赢。一魔再次出现，我们只能加快动作。师姐有何吩咐？小天受了伤，师姐真的很心疼。我就希望你好好的养护身体，真的地图就交给师姐去找。 师姐能保护狼哥哥周全，我做不到。你好好保护自己，就是保护了我。那林姐姐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把她送回你哥哥那儿。来，帮我，小心。 丫头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不是让你在商会等着吗？我等你等的天都黑了，你也不回来，人家着急嘛，还不把我扶起来？你怎么了？可能是刚刚追你。 跑得太急了，感觉有点晕了。你干嘛？我害怕呀，好害怕呀！不会吧，影皇会害怕？真的，刚刚后面有一条好大的蛇，你没看到？吓死我了！你故意的吧？要是被仙女姐姐知道了，她可怎么看我？切！ 不是吧，你林东？帮你挡刀子的是我，下山找你的是我，陪你找小妍的也是我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这小子竟然不为所动。不过，我总有办法让你把真地图乖乖交出来。
人呢？啊！人呢？去哪儿了？啊！没找到。啊！说。人呢？啊！少宗主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发现灵动身边那个呆货打手，那个蠢货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没找到。那怎么又回来了？饿。你可真行啊，害得我们一通好找。你们不去找，只能我去找青檀。小燕，相信大哥，我们不是不找青檀，只是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。等做完了正事儿，我保证一定把青檀找回来，好吗？嗯。走，先办正事儿，去看看夏一锤修古戟修的怎么样了。顺便给你找点吃的。嗯。臭小子。找了你半天，躲这么个鬼地方来了啊！少主，万金商会势力很大，我们不便硬闯。来找夏万金这种手艺人，自然是来修复他的地灵古迹。那玩意儿可是地级灵宝，自然是有几灵的。只要有灵，你个蠢货，就能使我富贵之术掌控。等我再铺一个阵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这万金商会势力很庞大，嗯？是。有我们银魁宗大吗？没有。这还得多久啊？估计得猴年马月了。我出去透透气啊。我说啊，你和应欢欢孤男寡女的，就没干点啥？干你的头啊！可是我总觉得，他这次下山来，有点不对劲儿。哼，是个女的见到你，都不对劲。就你，耗子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哼，别嘚嘚了。
你再这么吃，我就真的成穷光蛋了。那你倒是把祖父抢回来呀！你以为刁爷愿意吃这玩意儿？又黑又硬。海四爷，你看我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？领子里面直灌风。别吵吵！好了，好了，终于好了，好了。地灵古脊，威力比以前有过之无不及。真的？我看看。看来我这几万阳元丹花的还真是值啊！仙水，真有你的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！哎！林动，小心圈套啊！我去！这是哪儿啊？不知道，这地方太诡异了，咱们还是先离开吧。走。速度太快了，得速战速决啊！去呀！左边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！再这么打下去，一会儿就累瘫了。那也得打呀，要不然咱俩怎么办？去啊！闭嘴！少宗主，这薛灵魁凶煞无比，专为这人肉而去。林动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林动啊，你我好歹相识一场，就让我替你和你的宝贝命根子说个全实吧。
是凶多吉少，是死定了。来了来了，右边右边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割得我下面好疼啊！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走，丫头呢？她跟来了，人呢？刚才跑太急没看见啊。丫头该不会是被藤磊抓了吧？林豆。林豆，走。哎，终于安静了。我最讨厌就是你这个道宗千金，每天叽叽喳喳。本来想讨个仙女姐姐，送来个尹欢欢。啊，藤磊，你眼福不浅呀，真漂亮啊。你小子有命中情种，我看你是没命花。啊！你这个臭丫头，你敢打我！啊！少雪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这么胡闹，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吗？你不要再轻举妄动。我在林动身边待着，是为了拿到真的精神地图。你知道凌伦剑吗？什么剑？凌伦剑。什么凌伦剑？你们阴魁宗是如何开宗立派的？我们阴魁宗怎么开宗立派？我问你，你在这问我呢？啊，那是我爷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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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个爷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发现了块宝地，在那儿练出的浮魁异常凶猛，所以我们就开宗。够了。就听着，灵动必然会来找应欢欢。这等于一块肥肉送到了你的嘴边，你可别再给我搞砸了。啊！小北岛，慢点。带我去找林动啊！哎，你带我来这深山老林干什么？小北斗，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，林动出事了吧？你去哪儿了，小北斗？师姐，师姐，别玩了。谁是你师姐？看清楚！啊，应欢欢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怎么着？找灵动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当然有关系了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去和他见面。你把灵动怎么样了？想知道？下去。下去就知道了。
抓住他！他怎么来了？活着他！说你无能，还真的是废物。正主一旦跑了，灵动要是知道的话，好好的一盘棋就被你给毁了。师姐，快追！他快追！这答应。对不起，还好，人没什么大事儿。下去吧，啊，下去。我看看。还好，伤得不重。叮嘱传人的事，还是暂且先瞒着他吧。我愿赌给你，擦遍了红尘记。丫头，你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你的手上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茧啊？还不是某些人，自作主张把地灵古戟带回来，逼得我得天天练习啊。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藤磊随时可能追过来，赶紧走吧。快！啊！糟了，我给你抓住他！别去了！啊！就这让他跑了？嗯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我一个人就……他们只要再多说上两句话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你去了。只会自讨没趣。哎，在这儿，那边好热闹。不认识啊？我不认识。仙女姐姐。哎。仙锤，人呢？快来救人！哎，什么事啊？怎么大呼小叫的？怕引来脏东西吗？哎呀，毛毛草草从大门口，人命关天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还要不要拿我这儿当一个藏身之所了呢？想回去找你哥，我估计我哥都把我忘了。怎么会呢？你是他最牵挂的人，他只是相信我可以保护你。狼哥哥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我们是不是在跟我哥抢着去找祖父呢？你只要记住，一魔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
好奇怪呀、啊，这伤。小燕，快去打热水来。小娇，你也去。哼，是寒毒。这寒毒我熟悉，不如我帮他解。一边待着。之上，终究比不过你的心疼之上，气死我了！我还受伤了呢，怎么没有人来管管我呀？平时都挺好的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管我了？愚蠢的人类，只要你们为情所困。我就总有机会。仙女姐姐身上为什么会有青檀的寒毒？她是遇到青檀了吗？青檀在何处？青檀怎么样了？行了，仙女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万金生会，浮世会在大鬼身有个内应，这是他老窝。你现在感觉还冷吗？好多了。你是不是见到青檀了？青檀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不对呀。你不是回太清宫了吗？怎么会受伤？又怎么会来到大魁城了？如果你不相信穆师姐，也不相信我的话，那便把我杀了吧。林郎天的事，底下还不清楚。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冰释前嫌，林动格外珍惜。你怎么了？我办完宫中事务，正想回来与你会合。却在路上遭遇了阴魁宗的偷袭，我身上的伤并非青檀的寒毒，而是大魁城郊外迷雾森林中的九名寒气所致。至于是谁送我到这里来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哼，早晚要把阴魁宗全都给收拾了。敢欺负我的仙女姐姐，还是丫头。欢欢也在这儿。我和丫头中了藤磊的圈套，好在有惊无险。不过丫头她还受了伤，也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，我待会儿还得去看看她。你现在就去吧，我没事了。我能有什么居心？我是府使。你仗着府使的身份就可以胡来吗？有了饵，自然会上钩。你以为精神玄玉乃府使所独有？何必白费力气？曾许你
全心。